现在要跑酷哦？好，不要，可以不要而且吗？鱼我竿在这跑等你们。对，鱼竿跑。对对对对，会会，哎，我拉到了、欸。拉到，哎，那就从那里开始就好了。我拉到了、欸，跳什么？跳什么了？上去上去，鱼竿上去。我叫阿苏。嗯，怎么了？喂喂，阿苏真的很那个哎、欸，哦。好了，可以上来了，哎，不然我 TP 你喽。哎，我上来，我上来，我上来。其实我没有很想跳、欸，哎，我要插核心插槽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已经到了？这么快哦、喔？核心插槽是什么？核心插槽？哎、欸，找不到该玩家，等一下。你要 TP 哦、喔、？TP 啊，喂。哎、欸，我是用我的肉体慢慢爬上来。核心插槽，核心插槽是红石火把吧？我有拿到核心插槽。你拿到啊？Yeah， 插下去了。哦，有听到声音吗？有，听到音乐了。那干嘛的？对。喂。然后呢？要爆炸了吗？不晓得、欸。是要拉下来。啊，这已经开了、啊。那噔噔噔噔，是有什么东西开了？有一个门开了吗？声音。喂，好神奇哦！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我们是要坐回去吗？坐回去吗？坐回去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。是这样吗？应该不然呢？通往、啊、我忘记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了。被骑矿车是谁、啊？还是从这里返回铁路中心吗？应该是吧，都已经插好了。喂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已经不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哦，太混乱了。按这个啦，哦哦哦，按这个、啊。你会不会坐矿车啊，阿叔？我想把你销毁，好烦。喂，到了。喂，他一直按那个发车键，啊，后面那个出车键他都不按。我在刷什么出？所以现在要去哪里？看一下哦，我们是要去发电厂吗？我们是要去发电厂吗？哎、欸，又、欸欸、不抽矿车。阿叔啊，当然是阿叔。阿叔这么卑鄙，我想看一下会怎样。喂，你会下地狱？会下地狱？是去发电厂吗？应该是吧。走吧，走走走，呜呜呜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，回去回去回去，不是不是，回去回去，阿叔回去，而且我还没出发，阿叔回去，不是啊，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我送鱼竿出发，我还是继续前进的。铁路中心，到底是哪里啊？工厂中心吗？哎、欸，不会，这也是回去的路。对啊，是工厂中心吗？工厂中心吧。现在已经没有人愿意坐矿车了啦，都是阿叔害的啦。阿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？嗯，你是不是没有朋友？我也开始这么怀疑了。有困难要跟我讲。这里是哪里？这边吗？这里是哪里？看一下箱子。好的啊，杂技20、28，28没错，就是这里了。啊，怎么苦力怕？有苦力怕哎、欸、哦。哟，这里有好多沙子哦，都是没用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经验瓶，发现经验瓶。杂技28是鱼竿啊，鱼竿念。鱼竿快被土炮炸死了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被炸死，而且我打了厉害的防爆指令，怕不怕？已经有含防爆指令了，我们已经不怕苦力怕乱炸了。这个地图被炸了跟什么一样？我念我念。28。大马科学公司。生产线 TH2 进展报告，因人力下降，工厂中心已暂时停止运作，启动码已交付给岩浆冷却室的神经老家伙，希望神会赐予我们怜悯。结束，结束。那里有密码哎、欸，你有看到吗？那里有密码锁、欸。岩浆冷却室，密码锁要干什么？对啊，这应该是密码锁。对啊，那个密码锁要干什么？还有、哎，我一直听到僵尸在那边叫，好烦、喔。那什么？对啊，超恶心的。阿叔，你不要叫我了。密码锁要播什么？播爽的。有密码吗？这里有箱子。有密码吗？有啊。好了，都是一些废物。有密码吗？不知道、欸，没有，忘了、欸。记忆没有。看附近有什么东西啊？找路啊，找路。哦，这个很废哎、欸！哦，这个丢掉了。岩浆冷却室在这里哎、欸。这里吗？哎、
这里岩浆冷却室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门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很废哎、欸，丢给你阿叔。不要，你弟吃。阿叔，我丢给你一本书。我没东西吃的，我好饿、哦。阿叔，我不跑步了。哎、欸，这不能吃啊。这里是什么岩浆？哦，岩浆都冷却了，水一直在流哎、欸。我水好像。我们要跳上去。哦，差点被冲掉了，门没有开啊。所以我们要先打密码。这是四个门。哦，这里有那个四上四下五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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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播，你们来念。哦，好。这边是一二三，那阿叔你去四。哎，阿叔怎么被丢在地上？好可怜哦。什么鬼？我又捡到阿叔了。什么东西是什么？一的先。好，一上。一上。二下。三下。四下。五上。嘿，那六嘞？六，鱼竿看。六下。哦，有东西爆炸了，我快死了。七下八上。我快死了，我被古力帕炸了一下。你被炸了七上八下。开了吗？开哪边啊？我听到一堆活塞在动，好吵、啊。哦，好吵，真的。里面没有门吗？没有啊，应该这里啊，这里。哦，走上去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边开了。哦，走。中间夹一下。他不给我过。哦，那个减缓器，按下去。不累个了，他停了。走。哎，现在要去哪里？好神奇哦！我们神奇的突破了第一个盲点，跳下去啊！这是什么？地球化进度255%，生态稳定器离线。嗯，有素描哎、欸，好科幻哦！真的，这里到底在搞什么？把手伸进去，快点！伸进去要干嘛？把手伸进去。阿叔，你要下地狱。阿叔会下地狱，他早就在地狱了。哎、欸，这里休息室啦，赶快来休息室。在哪里？一起来休息吧。烟道。哎呦，有铁，哎呦红砖头，我把红砖头拿走。哦，有红砖头，还有铁鞋。我身上穿锁链鞋，不需要了。不行，我现在穿的比较帅，我其他都不需要。我把红砖头再放进去、嗯。我要去吃经验品。不睡觉吗？不睡一下吗？你怎么躲起来吃经验品呢、啊？这么无耻，无耻叔。哎、欸，他说我旁边有怪物。阿叔，阿叔，请离开我好不好？是午休吧，没有点东西。好了，不能睡走了啦。不能睡就走啊！模拟地球生态测验版 A， 被炸死。测验版 A， 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按按钮。在哪里？哪里有按钮？没有。哦，有啦，在这里哦、喔欸。哪里啊？就在旁边。哎、欸，弓箭手哎、欸，拿招 ，OK。我快要死掉了，我不能了哦，我要死了。欸、都是怪、欸，你快点死，快点死。阿叔要保护我、啊。我被围殴了。阿叔，请保护我。鱼竿拜拜，鱼竿拜拜，鱼竿走了，走，不送了。哎、欸，这里有生快砖、欸，太恶心了。搞什么啊？太多 ，too many 啊！完蛋，鱼竿没有睡觉啊！我到了小房间里了哦。哪里啊？滴滴午休。我到了可以喘口气的小房间。你鱼竿中箭了。我看一下。你的右手会痛吗？我的那叫什么？关节中了一箭。你的关节中了一箭。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呢、啊。直到我的手肘中了一箭。村民僵尸，哎、欸，这边啊啊！哦，赶快走，走得出去吗？哦，我觉得我死了。我先躲房间里面，然后午休你到了再告诉我，我再提醒你。只有我一个人在搏命演出吗？我只要负责 TP 就好。你才是主角，我才是主角，没有人理我了。我们都只是小草而已。哎、欸，我到下一个小房间了。就是现在，哦，赶快过来！哎，你按错键了吧？哦，这下面有什么？还没下去看呢、欸。肉体走过来了。嗯，
到处都在叫，可以直接往中间啊，不行，你要跳吗？你要跳吗？我不跳哦，我先说我不跳哦，这么深远，哎、没有跳下去，哎呦，等等，在等我的是苦力怕，在等我们，有够恶心的，呜、哦，哎、哎，战斗力惊人，恰恰、哦，真的，这个后面没有东西耶，不合逻辑。走上去，这里有什么？穿越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阿叔不下来啊？阿叔怎么卡在那里了？阿叔在干嘛？哎，这里有一颗按钮，哎，乱看，到处乱看。哦，你们过不来了吗？哦，没有。哦，好了好了，耶、走了。啊，我懒得走过去了 ，TP。真的是。哦，这蓝塔里啊，因为你像整趟都一直 TP 就要一直斜线往上而走。对啊，那我那找你来干嘛的？哎、这边弓箭手，哪里哪里？上面呢、啊哦？那边偷，在这偷射我们。那不是白天的吗？哦，在那边我没看到哎。那边遮阳。他在烧啊，边烧边射我们。这里火烧的好厉害哦。要去哪里？看到旁边的虚空了。好恐怖哦！是要到另外一个洞穴吗？就要去给人家烧一下，快点踩个火！哦，这里有门，这里有门，这里有门！好快啊！哇，走到这了！啊、我被烧了！这个房间是什么？这个里面有书柜。你们在看什么？我没有在门口堵他。这很恐怖哎！突然出现，我把你打下去！哇、哦！这里下面就虚空，我现在好走的胆战心惊。那边知道我要干嘛？我这边再走过去吗？房子进不去啊！哎，这边可以进去啊！我们应该进去过。没有，这个房子没进去过吧？这个啦，太空碎片合成物调查结果，什么线索都没有。什么线索都没有？这里有房间啊？什么鬼都没有？什么鬼都没有？把垃圾丢进去。耶、有蘑菇汤啊！这里，这里啦，这里。哪里？哪里？对对。哪里？快点跑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喂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太空舱边边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先去看一下。我进来了，应该是这里面吧？边边还有一个房子哎。那个房子有什么？我怎么又看到有人偷偷切换模式？没有，我是忘记切回来。哎呦，阅读29了，在这边。阅读二十九。你刚刚在干嘛？你刚刚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没有，我也觉得有问题。我的等级一直都是那个的。我刚刚往上之后。阅读29，什么？你是谁？等等，你是那个要拯救我的冒险者吗？妈的，我就快要习惯被监禁在这里了。狭窄的钢铁牢房还挺舒服的，尤其你无视那些针刺般的痛楚和全身麻痹的感觉。话说回头，啊，那些白痴在没有我的情况下。到底是怎么样经营工厂的？我想假装一切顺利，但这里被巨大的碎片袭撞击以后，我再也无法那么乐观了。说回来，你在来的过程有没有通过生态反应堆？我想我把车钥匙丢在某处了。没有，算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请拉下拉杆并放我自由。如果你还没做的话，有人做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人拉下拉杆。没有人想。你们怎么？你们怎么？哎呦，为什么你入戏这么深啊？我还没念完，还有一段。你们大概也想逃出这里。我有其中一只钥匙，一只时空门钥匙，正好在箱子里面。拿去，当你继续你的路时，我会坐在这里。并努力回想怎么走路，他不会走路、啊，所以还是要开门啊！里面有时空门钥匙。耶、yeah, ！耶、yeah, ！我们被反锁了。怎么会被反锁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刚刚关起来了。你刚刚是拉控制感。你为什么要拉控制感？我们卡关了啊，阿叔。阿叔，你不要。真的会下地狱啊！你怎么都来乱的啊？出去拉控制杆，我再把红石火把打掉。又开了、啊。好了好了。啊、哦！我拉控制杆。拉拉拉！阿叔，你还乱的是不是？这地狱来的恶魔。恶魔、啊、真的是。教师审美啊！
啊，那个红色火把是插这个边的吗？不是，开了啦，这里，阿叔，我们刚刚，他真的出来，他会走路啊。为什么会出来？你看他走得这么活跃。对啊，他走得这么棒。哪里不会走？哪里不会走啊？跟阿叔一样，跟阿叔鱼竿长一模一样。这是潮流。对啊，你不懂。我当然不懂。要回去了，绝对不要第一个坐矿车。哎呦，那我走。不是第一个才好吗？我打不掉。走走走走走，回去回去。哦，有僵尸哦，好恐怖哦！你不要被怪物推回来哦。太早坐矿车。哦，我被怪物推回去了。啊！我被怪物推回去了。好险，我跟着你一起来。等一下。Oh no！我现在只能在地上走路了。我好饿哦，我想有什么食物啊？你饿死吧你！啊，这里！我继续跑，继续跑，我要远离你们。哦，阿叔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啊！哦，跟着阿叔没好事。啊！我要撞到僵尸，好烦哦！我要下车用走的。怒跳！怒跳车。愤怒跳车，什么？两块腐肉，解剖体已隔离。你们走到这了没？没有食物吗？我饿了。为什么身上有一堆东西？为什么身上有一堆青金石啊？不晓得，爆炸得到的吗？好，赶快过来了。这里有什么？解剖体已隔离。这里写什么？生命之源禁止进入。还有这里，要走这里。都分进去。哦，这里有那个生态。哎呀，这个可以上去欸，我走这个上去看看。Jason 设施，上不去了。这边也可以走上去。走这里，要走到外面去吧。已废用。哇，这是温室欸。这上面有房子欸。上面房子是做什么的？有楼梯可以下去。那个楼梯走不上去啊。那个房好可怕哦！就是你走不上去那个楼梯，对，就是从上面走下来。牛肉吧，我饿了。我只有四块饼干，省点吃啊。被赏你一个骨头干嘛？我的狗肌肉。叫鱼竿给你肌肉了。赏你一个肌肉，还不快谢恩？谢娘娘，跪下。